对，龙真的是芒果。有啊有啊，那个泰国有白白啊，白白。下面这边有很多这边什么小吃啊 ？Yes， 然后我们一来就闻到一个 QQ 的味道，原来是臭豆腐。臭豆腐。我在长沙吃臭豆腐啊，还好我是觉得很好吃哦，很好吃哦，因为我本来不是臭豆腐。这样好，你要喝吗？你看它讲啊，哇，真的。把爱心打开，直接就可以叫你把爱心打开，把我的心打开，打开给谁？帮我打开我的心吗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喵，你打不开我的心，他该打开不了我的心哦，还把我的心弄坏了。为什么这样对他？你要这样对我？就是。说你的心不属于我，那你的心已经属于别人了。你要喝到这边有奶的才好喝。你看下我哋即将要食嘅即将。即将。叫马神。马神。马神。这边是。